这是法拉盛风帽，现在换了一个帽子，又在街头执法了。看看他要去祸害谁。又在那儿执法呢，看。黄毛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，因为街头真的很混乱，没有人去帮忙清理。看黄毛在收拾这些纸箱子。而且他是没有公司的。有些人呢觉得地摊太多了，就是需要有人出来干涉地摊，地摊才会收敛一点，一定要做一个限制。但问题就在于执法权的问题，是不是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变身执法者在街头执法，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东西。大家好，你看这个黑人拿着这么多纸壳子，他肯定是要铺在地上，把自己的货物放在这上边，在这里卖耳机啥的。为什么最近有很多黑人出来摆地摊呢？在街上卖这些假耳机。看这个黑人创业成功，看这小伙儿生意做的超级厉害，围了这么多人。这个人在这里摆摊儿，红帽过来干涉了，让他走。